谁在我的场子敢练脚，就得死！披查大魔王、锁链王、库拉皮卡。塞勒斯，我们现在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好用的这个软体，叫做这个 Blitz。 那为什么我说 Blitz 是个好东西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只要开启了 Blitz， 我们就可以知道谁他妈是来练脚的。只要在选脚的时候看到有人是来练脚的，我们就用练脚制裁练脚。所以我们呢，为了这个 APP，我们特地去买了一只角色，塞勒斯。哎，你戳我，我戳你，大家一起戳。教一下怎么稽查。首先呢，你打开这个嘛，这有这个两个，对不对 ？TFT 就是那个联盟战旗。这软体会选代言人主播是最适合这软体的稽查大师。哦，你选上面这个 low 啊，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。有一些资讯，这里有他游戏程式内建的这个 tier list， tier one， 他认为 tier one 是马扎哈。我们先记一下最烂的，Silas 最烂的，我的 Silas 怎么是最烂的、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要制裁练脚仔，就是要拿最烂的来玩，最烂的，啊，自动导入符文，自动导入召唤师技能。它自动导入符文就是 Blitz 敖瑞龙兽，就是它会参考这个大家常用的这个敖瑞龙兽这只角色常用的符文，然后推荐给你。当然，你还是可以进去里面改，就是如果你自己用的，觉得这个不好，这个你觉得不好用，你想换一个，那也不用。看，像现在它开始读秒，对不对？选择你想玩的英雄，他就会开始把这个在场的我的五个队友全部列出来。现场就直接开始稽查了。你看第一个 Platform 白金四，896场游戏胜率 49%， 那个是戳狗。哇，这个人打了2000多场哎、欸！你们继续打嘴炮啊，老子现在有稽查程式啊。你们继续打嘴炮，继续戳啊！我打野，哎，这个人 ADC 专机不擅长 这什么 Atrus 是不是？不擅长，没关系，你选不擅长的角色，我打野，打野立马练脚。No more cages. No more cages.等了等了等，塞勒斯来喽！不擅长二煞师，哎，你练脚没关系，我也练脚，哎，舒服。谁在我的场子敢练脚，就得死！稽查大魔王，英雄专精度3场33%，1.67 KDA， 哎，没关系，大家一起练。塞勒斯来啦！专精 Zero Silas， 太神啦！护理之稽查机器人，哎、欸，专门稽查小狗。所以你有可以杀什么？我有毛，所以我可以戳人吗？哦，抓到臭狗狗凯特琳，狗狗被抓到。欸，奥总不能跟人家连，哎，他这只角色是他妈废脚是不是啊？三小啊，干你娘臭三小啦！那过来送头啊，回血谁啊？87，他这是怎样？直接开鬼不冲上还是怎样？
人啦 ，Silas， 锁链王库拉皮卡。蛮王，嘿，我也有，我肯定老师的。送头，太乙送头，太神啦，塞勒斯，哈哈，第一次玩就屌虐，奇怪，我天分怎么这么高啊？随便玩一只江狗就把对面虐成狗。会有蛮网吗？奈吾蛮网，那奇怪呢，这些人，射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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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的，切小枪啊，你会不会单挑啊？高什么飞机啊，妈的练脚是不是啊，哦，那二杀到底有什么用啦，干你娘的，要帮几次啊，超级掰嘞！技术会修正，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垫脚仔，哦，又砍掉你是怎样？操你妈的，玩个机器人的会不会动啊？那你妈被狗干过，操！送头，又送一次。别人是打野，从不来帮，我要扛好几个。我是帮了100遍才出现。我的队友永远向左死，可怜。玩个机器人，直接在对线棋被打爆，然后自卫，可怜啊，你妈被狗干过啦，我这边也亮专精，去死一死啊，废物！完全看不懂这些垃圾到底怎么爬上来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！别人玩个伽罗跑到上路去，他妈一个机器人在下路自卫，不意外啊，那肯定是老妈被狗干过了。那一定是野狗生的，人类的基因没有这么差的，一定是野狗的基因才这么差。慢慢亮，哎，我会黑单，你慢慢亮，哎，继续耍白痴，继续撞墙，继续耍白痴，没关系，我会黑单。哎，白痴，你去死一死！
怜呐、啊，实况组的原罪啊！全队输出最高，上路一万。哎嗨，不知道怎么玩喽，这游戏真好玩。哎呦我去！